建锋，我们实在是尽力了。周队，你跟建锋说说，我们不是我们不尽力啊。别说了，他不是怪你，他是怪他自己。 耽误我们办案的进度。胡志军这次来到齐木市，虽然让他侥幸的逃了，但是没有但是了，我们没有任何突破性进展，零点行动失败了。这我不想这么说，我已经第三次放走胡志军了，你难道说第七次了吧？我不这么认为。一个罪犯再狡猾，都有他犯错的时候。 摔东西的气力，还不如好好的看看。这些个东西，我看着没有十遍，也有七八遍了，起什么作用啊？好，那你接着摔，我看你能不能把胡志军摔出来。你以为你是天底下最厉害的警察？天底下最厉害的警察就因为一个案子暂时没破了，你就成这样了？我跟你说实话。 建锋，你就没有碰着真正的对手。现在你碰着胡志军了，这一流的货色，你成孬种了。你凭什么说我破不了这个案子？我等了胡志军已经等了5年了，我都快退休了，你凭什么说我抓不住他？你可能完蛋了，我可以告诉你。 回到家里的一瞬间，胜利的喜悦包围了胡志军。这次在齐木市的满载而归，让他知道，他又可以过上几年的安生日子了。至少，他可以了结和债主的恩怨。老大。
来了啊。吼、哦！哎呀，你说我怎么这么喜欢抱着钞票的感觉？远点，老虎啊，咱们现在两清了啊，你保住了一只手，你也保住了一条命，我知道你是个危险分子，算了，过去了就过去了啊，过去了。赌场里的人是怎么回事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你消失了一个月，道上关于你的传闻可不少。什么？有人说你是杀手，有人说你是逃犯，还有人说你是东南亚跑过来的毒枭，黑白两道都在找你啊，早晚的事儿。你他妈造我的谣，这就你不对吗？你凭什么说我造谣呢？我好心告诉你，你现在在临江市已经是树大招风了啊！你想逼我走，别说那么难听啊，我总不喜欢每天身边有一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仇人吧。没关系，反正我要走了。走？你要去哪儿啊？他妈少问我去哪儿。不过放心，我不会再来找你了，咱们是两清了。以后少动我的枪。1999年的，2001年的，今年的，这几个东西我都能背下来了，有什么用啊，老周？那些东西可能没用，但是其他的呢？你看，这是在那家中介公司找到的，应该是胡志军的东西。我将即日去东安市找你。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肯定是他给我们放的烟幕弹。他写了个108000里的地名，故意把这张片子留给我们。啊，他不是还留了一大堆真真假假的身份证吗？老周啊，我们不能让这些东西迷惑了我们的视野。建芳，我们就是要从这些小的东西入手，一定会找到蛛丝马迹的。能找到蛛丝马迹，他就不是胡志军了。但是没有一个罪犯不留下一丝痕迹的，尤其是胡志军，他在穷途末路的时候出手，他已经疯狂了，他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的。好啊，找，找，找啊！我们已经让全城的警察不眠不休息一个月了，现在该轮到我们自己了。管他有没有可能找到呢，找，找，找啊！那去了你老家，我们住哪儿啊？你放心吧。我在那边朋友多，找个住的还不容易。去了那边我干什么呀？咱们开个小店，这样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。好啊，但我们做什么呀？哎，我跟你说，
要不，咱们干脆就卖旅游地图。讨厌。三天三夜，抓不到胡志军，我这辈子也睡不着了。哼，就这么熬下去没用了，你早点歇着吧。啊，我命令你休息。你算干嘛的呀？哎，打招呼。谢谢你。我好多了，就是，别太在意失败了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胡志军一定会落网的。嗯，一定，一定。建芳，怎么了？有个大的发现。什么情况？你清醒，洗把脸，快快。哎，不用说，你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这儿，你过来，坐，快点过来。周，坐。什么？快快，你快进。干什么？快快，你来看，你来看。怎么了？你好好看看。看看。确实是同一个地方，但是。这说明不了什么呀？怎么说明不了问题？胡志军去过临江市，而且他对临江市评价非常高。总不能他曾经说过那儿好，我们就怀疑他现在在那儿吧？还有，这张明信片是旅游点发行的，你们这儿和我们那儿都不可能发行。那么胡志军是从哪儿来的这张明信片？哎，这么说他有点意思啊。但是。我们总不能凭着一张明信片就判断出胡志军在临江市吧？你是说我太主观了？你就是很主观。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有赌一赌的价值。赌？你还要赌？你是赌徒啊？你拿什么赌啊？我知道我已经没有本钱了，但是从现在开始我要空手套白狼。再联系临江市警方搞一次零点行动。算了吧，我们已经给国家浪费了很多钱了，并没有收效。我知道，我不会再麻烦局里了。你要自己去？不管出现什么样的问题，最多是我一个人受损失。老周啊，你省省吧啊！
我们还是好好找一找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信息行吗？别再捕风捉影，不会有效果的。建锋，建锋先生你好。您是？怎么你不认识了？您？哦，原来是那位先生啊。您？对对对。哦，我想请你再给我算一算我现在的运气怎么样。先生，您现在是鸿运当头啊，走大运，逢凶化吉，心想事成的大运。你怎么还是那一套？先生，我说过吗？陈队，哎，好。二赵，这一次，周铁不想让任何人插手。他承认陈建锋的观点，仅仅凭着一张明信片就断定胡志军的踪迹。确实太主观了，但是他又无法克制自己强烈的冲动，因此他选择了单独行动。他也期待着和胡志军的狭路相逢。二军，周铁走了。什么？周铁不见了？我怀疑他单独去了临江市抓胡志军。有线索说明胡志军在临江市吗？没有特别明显的指向，但是很有可能。这么远的路他怎么不汇报啊？这个他可能觉得这个线索实在太虚，况且局里经费这么紧张，零点行动又刚刚失败。这个老周啊，他有抓罪犯的决心，难道我们就没有出点力的决心吗？什么？老周又单独跑到临江市？个人主义。嗯，行，您放心，只要能抓住胡志军，我们一定全力配合。经过讨论，大家一致决定让陈建锋赶往临江市支援周铁，同时根据公安部的指示，全国范围内重新下发对胡志军的 A 级通缉令，悬赏20万，公安部出10万，我们局和都城市公安局各出5万，经费方面已经不是问题了。我们的重点是要将胡志军捉拿归案。哎，老虎，回来了，白天干什么去了？晚饭吃了吗？没有，没干什么。没干什么？晚饭还没吃。嗯，我到庙里去烧了点香。啊，你又去烧香了？没有给人算命100块钱吧？没有，我发现那个人啊是个骗子。就说他是个骗子嘛，见人就说两句好听的，拿这个骗钱。是啊，可我当时怎么就那么相信他的话？你啊，风劲一上来跟变了个人似的。哎，以后啊不会了。对了，我想明天去给孩子买个学习机。买那干嘛呀？我看儿子都忘了。对孩子有用吗？再说我以前也答应过他。好吧，那我明天陪你一块儿去。哎，阿周。哎呦，建锋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
这么多人当中，说不定就有胡志军呢。啊！哎呀，终于到了，你是擅自来的吧？不，我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。啊！真的？哎，老朱啊，局里对这次行动啊非常重视，啊，所以你就不要考虑经费问题了。还有，你还在火车上晃悠的时候，我已经和临江市警方取得了联系，现在已经在全城啊进行搜查，搜捕胡志军了。太好了，那咱们现在到哪儿？上车啊，走，车在这儿。做了一个梦，几点了？还早，你再睡会儿吧。醒了，咱们去商场。你也睡啊。想问你，你怎么就那么确定胡志军一定会在这儿啊？实话告诉你，我压根儿就不能确定。什么？建峰，你别激动，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跟你说的一样，我这次来确实抱着侥幸心理而来的。老周啊，你，我今天在会上说你此次前来的动机就差说是铁证如山了，你以为尚方宝剑是那么好弄来的？我不是告诉你。我也不能确定这次的成功率到底有多少。老周啊，你可真是，我唯一能够确定的那就是我的直觉。希望你的直觉是正确的。哎，停车。怎么了，老周？没事没事，我以为胡志军来了呢。行，我下车。哎，你下车干什么？两个人巡逻，总比一辆车的范围要广。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。你呀，越来越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了。那你来开车，我下。哎，别，建峰，你开你的车，我正好想下去走走。啊，就这样。好吧。来这儿干嘛呀？我啊，想给你买一样东西。咱不是来给儿子买学习机的吗？来都来了，哎，就买一样吧。说真的，结婚以后我还没给你买过像样的东西呢。多贵呀，我可舍不得。哎呦，多亏咱们家半年伙食费了。你就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你有多少钱呀？这么狂！我告诉你啊，要回到咱们老家，可就没这么高级的商店了。到时候你想买都买不着了。
难得啊！你说多少年了，咱们都没这么逛过商店，是吧？嗯。嗯。哎呀，你以后天天这么陪着我啊！争取吧。嗯。哎，对了，我啊，就这儿，抽颗烟。你呀、啊，赶紧下去啊，给孩子把东西买了。咱们待会儿还得去幼儿园接他们，啊。嗯、完了以后，在楼下等你。好，一楼吧。啊，好，一楼见。嗯、好，拜。锦芳，你确认？你真的确认？师傅，开快点，跟着那辆车。知道吗？离远点。不行不行，这样你停车停车。我是警察，现在我们工作需要用你的车，好吗？先做饭，我去接儿子。好，那你晚上想吃点什么？随便，只要你做的我都行。我是负责胡志军案子的陈建峰。胡志军现在已经出现了，啊不，现在还不能抓，他的身份还需要进一步确认。况且他身边还有其他人，一旦是胡志军的话，会对他身边的人产生威胁。你们马上成立几个小组，对目标进行秘密的监控，我来负责这次行动。如果你们没有其他意见的话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
我们马上汇合。好。我上楼做饭去，你早点回来啊。建芳，住在汇通小区5号，请马上布控。你看这个，铁芳，是我，查出来了，你现在跟踪人的名字叫乾坤。乾坤，对，他是5年前来到临江市的，现在有1妻1子，够嚣张的。都成家了，之前那些资料呢？他自己说都已经丢失，也就是说，他现在的身份很有可能是假的。仅凭这点是不够的，需要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他就是胡志军。放心吧，我一定尽快的会把证据找到的。嫌疑人没有回家，从时间上看，很有可能他会去接孩子。我现在盯着他，你们马上到幼儿园进行布控。好，就这样。现场的指纹对比结果证实，就是胡志军。老周，这下他跑不了了。建芳，你不要太高兴了，现在有个坏消息。什么？正在幼儿园呢，准备接孩子。如果现在我们动手，很有可能会伤及无辜。对，这个畜生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这样吧，你通知一下幼儿园周围的警员，先不要动手，找机会。好，明白。你们马上到汇通小区，一会儿我们在那儿汇合。好的。喂，我是陈建峰。让所有的人保持距离。对，胡志军的警惕性非常高。通知大麦，保持距离，不要打草惊蛇。是，保持距离，不要打草惊蛇。老周，什么时候行动啊？再等等，听我的，不要着急。一会儿他回到家就更危险了，他老婆在家了。
招呼，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。警官，听我，不要着急，再等等。不能再等了，我先去取点东西。警官，你听我的，不要盲干，人急了，他什么都干得出来。我们不能靠牺牲人质来取得胜利。哎，乐乐。他们在家把饭都做好了，等着咱们回去呢。那就玩一次好吗？阿豆，刚才差点来不及了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再看看情况。阿豆，现在怎么办？谁敢伤害我儿子，我一枪打死他！你要冷静，胡志军，你要冷静。是你自己勒着不放，你想拿你儿子做防弹衣吗？别吓着孩子，要不是为你儿子，你早就被击毙了。你赶快把孩子放了，千万不要吓着。别说了，我来做你人质，快放了他！别他妈废话，你过来，儿子，快放了他回家。谁不许动的？放了他，快过来，过来！都他妈给我退后！谁他妈上前一步，我打死他！退！退后啊！别的你还跑得了吗？别废话！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屡次抢劫，杀人无数，潜逃五年的胡志军终于落网了。周铁看着眼前这个男人，这五年来他日思夜想要亲手抓住的罪犯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但是他知道他是这场生死较量最后的赢家，然而他为了这场胜利已经付出了太多。说点高兴的吧。对，说点高兴的。怎么找不到开心的话题呀？生活就是这样。哎，建鹏，我问你的问题你还没有给我答案呢。我最怕什么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成家吗？我怕有一天在现场发现的尸体
是我的家人。这是你想要的答案吗？这至少是我的答案。你已经无所畏惧了。起风雨。